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贵以专。习孟母，则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窦燕山，有一方，教五子，名俱扬。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子不学，非所宜；幼不学，老何为？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为人子，方少时，亲师友，习礼仪。香九龄，能温席；孝于亲，所当执。融四岁，能让梨；悌于长，宜先知。首孝悌，次见闻。知某数，事某文。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。三才者，天地人；三光者，日月星；三纲者，君臣义，父子亲，夫妇顺。曰春夏，曰秋冬，此四时，运不穷。曰南北，曰西东，此四方，应乎中。曰水火木金土，此五行，等乎数。十干者，甲至癸。十二支，子至亥。曰黄道，日所缠。曰赤道，当中权。赤道下，温暖极。我中华，在东北。曰江河，曰淮济，此四渎，水之济。曰代化，松横横，此五岳，山之名。曰士农，曰工商，此四民，国之良。曰仁义，礼智信，此五常，不容问。地所生，有草木，此植物，片水陆。有虫鱼，有鸟兽，此动物，能飞走。稻粱熟，麦黍稷，此六谷，人所食。马牛羊，鸡犬豕，此六畜，人所饲。曰喜怒，曰哀惧，爱恶欲，七情具，青赤黄，及黑白，此五色，目所视，酸苦甘，及辛咸，此五味，口所含，山椒香，及辛朽，此五嗅，鼻所嗅。刨土革，木石金，丝与竹，乃八音。曰平赏，曰去入，此四声，宜调谐。高曾祖，父而身，身而子，子而孙，自子孙，至玄曾，乃九族，人之伦。父子恩，夫妇从，兄则友，弟则恭，长幼序，友与朋，君则敬，臣则忠，此十义，人所同，当顺序，勿违背，斩资催，大小公，至司马，五福中。礼乐射，御书数，古六
义，金不惧，为书玄，人共尊，记事字，讲说文，有古文，大小传，立草记，不可乱，若广玄，具其繁，但略说，能知源，凡训蒙，须讲究，详训古，明句斗，为学者必有出，小学中至四书，论语者二十篇，群弟子记善言，孟子者七篇止，讲道德，说仁义，作中庸，子思笔，中不偏，庸不易，作大学，乃曾子，自修齐，至平治，孝经通，四书熟，如六经，始可读，诗书易，礼春秋，号六经，当讲求，有连山，有归藏，有周易，三易详，有典谟，有训诰，有誓命，书之奥，我周公，作周礼，著六官，纯治体，大小戴，著礼记，述圣言，礼乐备，曰国风，曰雅颂，号四诗，当奉咏，诗既亡，春秋作，欲褒贬，别善恶，三传者，有公羊，有左氏，有谷梁，今季明，方独子，作其要，记其事，无子者，有荀扬，文中子，及老庄，今子通，读诸史，考试系，知中史，自西农，至皇帝，号三皇，居上世，唐有虞，号二帝，相揖逊，称盛世，夏有禹，商有汤，周文武，称山王，夏传子，家天下，四百载，迁夏社，汤发夏，国号商，六百载，至纣王，周武王，始诛纣，八百载，最长久，周彻东，王刚坠，逞干戈，上游说，始春秋，中战国，五霸强，七雄出，迎秦氏，始兼并，传二世，楚汉争，高祖兴，汉业建，至孝平，王莽篡，光武兴，为东汉，四百年，终于献，魏蜀吴，争汉鼎，号三国，弃两晋，宋齐晋，梁陈陈，为南朝，都金陵，北元魏，分东西，与文州，与高齐，代至隋，意图语，不再传，师统绪，唐高祖，起义师，除隋乱，创国基，二十传，三百载，梁灭之，国乃改，梁唐晋，及汉周，称五代，皆有由，言宋兴，受周善，十八传，南北混，辽与金，
称帝，元灭金，绝宋氏，余土广，超前代，九十年，国作废，太祖兴，国大明，号洪武，都金陵，代成主，迁燕京，十六世，至崇祯，燕乱后，寇如林，李闯出，神器中，清世祖，应景命，敬四方，克大定，游康雍，立乾家，民安富，治饥夸，道贤奸，变乱起，使英发，扰都比，同光后，宣统弱，传九帝，满清末，革命兴，废帝制，立宪法，建民国，古今史，全在兹，在治乱，知兴衰，史虽繁，独有次，史记一，汉书二，后汉三，国志四，兼正经，参通鉴，读史者，考实录，通古今，若亲目，口而诵，心而为，朝于斯，夕于斯，习仲尼，师相陀，古圣贤，上秦学，赵中令，读鲁伦，笔记事，学且勤，披蒲鞭，血竹简，笔无书，且知勉，头悬梁，锥刺骨，笔不教，自勤苦，如囊萤，如映雪，家虽贫，学不辍，如负薪，如挂角，身虽劳，有苦酌，苏老泉，二十七，始发愤，读书籍，笔记老，有悔迟，而小生，以早思，若良号，八十二，对大庭，魁多士，笔记成，众称义，而小生，宜立志，迎八岁，能咏诗，觅七岁，能赋棋，笔引物，人称奇，尔幼学，当孝之，蔡文姬，能辨情，谢道韫，能咏吟，比女子，且聪明，尔男子，当自警，唐刘晏，方七岁，举神童，坐正字，彼虽幼，身已仕，有为者，亦若是，犬守夜，鸡司晨，苟不学，何为人？蚕吐丝，蜂酿蜜，人不学，不如物。幼而学，壮而行，上至君，下则民，扬名声，显父母，光于前，裕于后，人以子，金满盈，我教子，为易经，勤有功，戏无益，戒之哉，以勉励。